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达人音乐榜，我是静一。最近网上又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火了起来，而这首点歌的人可谓是当中最火的一首了，歌手唱尽失意人心底的心声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这首点歌的人由海来阿木演唱，发行于今年的3月份，因作为表情帝的专属 BGM， 意外的再次火遍网络。人生道路上有数不清的荆棘和坎坷，这首歌也送给努力前行的人。我喝酒喝到吐，想你想到哭，却不能再次把你留住，独自抱着回忆在人海沉浮，真爱刻在灯火阑珊处。歌曲《喝酒喝到吐，想你想到哭》由小曼演唱，这发布后最凄美灵动的旋律搭配伤感走心的歌词，获得了大批网友的关注，并迅速登上热歌榜榜首。想念的梦依旧在延续，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。我总在每一个黑夜想你，嘲笑自己傻得可以，没懂得珍惜，那么轻易丢了你。常在地下通道里唱歌的景龙，绝对的是实力派歌手。最近发行了一首《丢了你》，饱满的声音，无与伦比的伤感，打动了很多小伙伴。再次遇见你，再次用力把你抱紧。说一天早上起了下课铃，已经约好在床上等你。夏天真的是暖得可以，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弹首抱怨舞曲。终于等到想起的下课铃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。夏天真的是暖得可以，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弹首抱怨舞曲。今年的歌曲总会勾起我们许多的回忆，最近一首《万有引力》再次火了起来，简单的音符，简单的词句，勾勒我们学生时代的美好画面，音乐一起，时光似乎瞬间穿越回了从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的最后，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是球迷特安排的游戏，还是月下老人的傻傻分不清？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，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。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，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？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，我因为你开始相信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哦，锁定。